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对儿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也许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，那就是彼此成就。畅游乱序数字库，他们的思路清晰。玩转快速扑克牌，他们的记忆神奇。百密一疏的破绽，逃不过他们的法眼。他们是世界记忆大师。有请本期主角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们是首对在世界上获得记忆大师的夫妻。你们两个都姓卢啊？对对，所以记录更难破了，又是记忆大师又姓卢。我得问问了，你们俩是这个先天记忆力就比我们好，还是说后天训练出来的？都是后天训练的。就之前跟咱们差不多是吗？对呀、啊、其实我们以前基本上都是学渣的。我考考都学渣渣。学渣渣是什么情况、啊、就是比学渣还要学渣。就比你还差、啊、是吗？不能这么说吧。这样我觉得我们光说呀不行、嗯、我们得展示给大家看看，看看你们这个首对世界上的记忆大师的这种夫妻搭档是怎么配合的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啊。本轮考验，两位当事人需要在30秒内观察三位嘉宾从100个饺子中挑选出来的3个饺子，之后三位嘉宾将把两位当事人观察完的3个饺子打乱放入原来的100个饺子中，当事人需要在10分钟内找出被三位嘉宾挑出来的3个饺子。接下来我们仨就要挑选饺子，这饺子有什么可挑的，长得跟马丁一个样。你们请转身啊、哦！饺子都一个样，不像扑克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挑个最不起眼的。但是放眼望去还是一样的。这个饺子是这有什么长得不一样？真的，您能有点出息吗？60多岁人了，放下好吗？好，我挑好了。好，这样子，我们先给摄像机看一下我的，看见了吗？别说啊。好，第二个，你们谁好了？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好，来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！我找一个跟你买的那差不多的。好，哎，挺像的。像吧？长得跟三胞胎似的。来，好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两位，请转身，请看啊，认好了啊，就是他们仨长得，你说能有什么区别呀？可以了，好。请转身。对，好，现在我们三个人的重要任务就是把刚才我们拿到的这个饺子放回到100个饺子当中，但是我们要打乱它的顺序啊。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了，请两位来甄别一下，到底我们选的饺子在哪里呢？请开始。
们来验证一下他们两位是不是真的选择出了我们选择的那几只饺子。我们来报数了，85号。恭喜，正确。好，第二个饺子，30号。30号，恭喜，正确。最后我们要看的，是不是75号？是我那个吗？哇，正确。哇。